阿巴桑，哎呦，看起来心情袂歹哈，过会当伫个遮游山玩水。我问你，外口伫遐传的新闻，是毋是你去家里好势吧？你咧讲啥？我听无。卖过多阿假，心照够卑鄙的，唔敢伫阮爸爸的面头前跳到我的新闻，就伫咧背后放遐消息。你俩真讲安尼，我就袂对付你甲你后生阿媳妇。卖讲啊！我著甲你讲，你咧讲啥我唔知影。哼，安尼嘛好啦。卡斯有人甲你加钱金的身份变空哦，我嘛真期待啦。所以真正唔是你做的。我嘛希望是啊。就算讲唔是你做的，嘛绝对是恁后生林家宝做的。不要惊，你放我回来哦。卡斯，我家宝早一讲清楚哦，甲你所做遐歹代志拢讲讲出来哦。我甲你讲，我真正会甲拍跑啊啦。笑死人哦！卖在刚刚才叫你好心有玩娘进来，伊收我的钱，我搞我出卖，你听说我有可能帮你刷是无？你唔要威胁我，我已经忍你真久啊。哦，你安尼为非三族，到今嘛，一点仔感恩的心都无。那安尼吼，我慢慢对你客气啊。我跟你讲，我今嘛就打电话来去报警，甲警察讲。你所做遐唔对的代志，错误的代志，叫警察来抓你遐乖。安尼有搞不啊？万免阁一错再错啦！起来，你们是小鼠！你，我手机啊！手机有啊！你。你做这么多有没良心的代志？你动动拢不要紧，我跟你讲，人咧做天咧看，天公变有目睭啦。今日吼，就是你受到天罚的时阵啦。等你不是千金大小姐的时阵，我才看你有啥物害人。站起！谁敢毁掉我？我再跟你拼命！我袂去听你的啦。今日啥物人，拢无当做动啊！就加油啊！就加油啊！呀，我受着你了。就加油我！南川，